你们魔族偷入人间，意欲何为？ ，三界封印松动了，难怪让这两个魔族有可乘之机。他们一定是获知了定海神针与镇界封印两者之间的关联。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封印，这才是我们该生活的地方。你们说是不是？魔族的勇士们，让我们合力打破封印，人界就属于魔族。勇士们，是时候可以冲破封印了。 速去如意峰加固封印。是。勇士们冲啊！封印就快要破了。师弟师妹，我们用三印大法加固封印，咱们就来不及了。第十印。 我们没有希望，我们已经看见了定海神针的像。我们且不在人界的市民二魔去寻找神器，神器毁坏之日，便是我们魔族统一人界之时。 现身！本座是无相魔尊，敢闯我如意门，意欲何为？天道，你可是运营铸钱藏了本座的一丝魂魄，化为无相魔珠，它可以感应到你无边的野心和贪念。你的野心欲念在膨胀，你还想拥有你的师妹？可是你真正的目的是想借由师妹的人心善良来抚慰你魔性增长的痛苦，我说的对吗？魔头。 休要蛊惑人心！哪里走？严天罡，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
天罡，马上给我住手！听为师一句话，回头是岸。师父，已经回不了头了。师兄，我们师兄没三人一起长大，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堕入魔族，我和师姐都很担心你啊。大师兄，你快回头吧！我知道我的剧情让你受不了，但是我们……闭嘴！ 现在魔族已经占领了人界，你要是嫁给我，人界和魔界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局面。对你、对我、对人魔两界都是好事。我绝对不会嫁给你，我才不会做出背叛师门、打破三界平衡的事情。烈火金刚印。 定海神针，血债。